欢迎回到港路新闻，我是王杰士。那么跨业合作的成功案例再添一桩。那么中嘉网路呢和全国电子呢携手合作，在今年年底呢推出了零元的这个平板，还有零元的小笔电专案。那么消费者只要加入了 BB 宽屏，还有 BB 数位电视，就可以不花一毛钱把这些数位商品给带回家呢。一句旧甘心的广告词，顺利成为家电3C通路的霸主。今年年底，全国电子再与中嘉网路携手合作，推出零元平板以零元小笔电专案。抢购年终商机，该公司总经理表示，两大品牌都是主打在地生根，希望品牌加成之后能够产生更大的纵效。原来我们的两个企业的企业文化跟整个的一个企业理想是非常接近的，也就是说在未来的整个的一个合作内容里面，我们不只会双方合作推出一波一波的最优质优惠的商品或者其他的配套，而我们也不约而同的决定了一件事，那就是在未来在中嘉的网络的覆盖的区域里，我们全国电子所举办的社区云游会将会出现他们的踪迹。看准数位生活趋势，中嘉网络营运长张汉伟表示，电视和网络已经成为生活必需品，这次能够搭配品牌电脑与平板，将能够让旗下产品发挥更大的价值。这个电视的用收视户大概有110万左右，那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合作不希望有任何的这个上限啊，我们希望能够照顾到所有有福气的人。一个主打旧甘心，一个强打在地好宽频。当各大企业奋力跻身国际，也有业者回头重视企业社会责任，关心台湾这块土地，用心经营本土市场，让台湾社会步上高品质的数位生活。港都新闻综合报道。